取代这个敬拜的心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当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他是我的依靠。当世界都说活着没盼望，他找到了我，而我深知道他在有个人等候我，他也从不曾离开我，他是我主耶稣，我只想要亲近你，哦，我的主，你是我的喜乐，唯有在你同在里，我主耶稣，我能被恢复，你的爱更新了我。耶稣说，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他是我的依靠，当世界都说活着没盼望，他找到有个人等候我，他也从不曾离开我，他是我主耶稣，我只想要亲近你，哦，我的主，你是我的Oh
今天晚上多少位呢？你是带着一个心灵忧伤的心情，你是带着一个伤害的灵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在唱的时候，今晚上你不要靠台上来带领你，你自己要相信神的灵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来触摸你。只要你轻轻地跟耶稣说，我只想要亲近你，耶稣回复我，耶稣医治，耶稣触摸。只要你有这样的渴望，圣灵就会在你的心做回复的工作。我只想要亲近你，哦，我的主，你是我的喜乐，唯有在你同在里，我主耶稣，我能被恢复，你的爱更新了我。想要亲近你 Congregation Hallelujah Jesus， 敬拜他，敬拜他，触摸，我要一生。